我不知道。8:30的时候，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雷击的。好，那个真诚，刚我们在讲地线的功能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的？我们怎么说的？东浩回来。我们刚一开始真诚，地线。对。反应的时候，它反应会放出能量，就跟木头燃烧一样。木头燃烧它需要氧气，它马上来去做反应。那实际上我们吃进去的各种东西，比如不管是蛋白质，不管是脂肪，不管是葡萄糖，这些东西它要燃烧产生能量。怎么样燃烧？它也是透过这些反应，它反应的终点，反应的重点在一些反应啊。了解了。好，那什么是细胞膜呢？来，琼安说看什么是细胞膜。太阳嘛，
太阳来哈。对，很像植物嘛。很像植物。植物会光合作用吗？说的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呢？光合作用。对，就也差不多，就那样。在我们上次第一堂课，来，东海说，用光产生。我们在之前讲的时候讲加点加点，哎，学姐帮你加点啊，你都没有帮我加，因为你没有回答，哎，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，刚刚有回答，还没有那个东方的名字，没有回答，扣点，没有，我刚刚有回答，什么东西啊？我有回答，我有回答，你是谁啊？我有回答，你回答比你多，你不要吵，这个我觉得加点不是靠你要求来的。不是靠你去啊去哦，我要回答，我要加点，我要加点，我要加点，这要看这个是不是在关键点答复哈、哦。第一次动画我问他问题，他没有理我，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。可是他突然醒过来了，他马上改邪归正，对不对？邪归正啊、哦，他马上就回答问题，对不对？不像某些同学一直都一直都在干什么？对啊，啊。你呀、啊，光合作用，其实东浩在我们上次讲的时候，东浩有听进去啊。我们一开始细胞形成的时候，在海里面形成第一个生命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光合作用？没有，它有办法形光合作用吗？它有一天，它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形之下，它发现说，我与其在那等食物产生能量太慢了，我还不如自己发展出一个能量，发展出一个能力。当然，经过很多的细胞的基因的突变，很多细胞的突变之后呢，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说，哎，我如果浮到水面上，我跟阳光，我接触到阳光，可以利用阳光的能量做点事情，他就开始发展出这种所谓的液体的东西。可是，在水深200公尺以下，不是才没有阳光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如果在水深200公尺的话，它还是可以吸收到阳光啊。对。那为什么它还要特地浮到水上？我讲是说海很深嘛，那只要浮到200公尺以内，这个范围都算是水上，是水面的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嗯。基本上，这个细胞它发展出来，并它自己特意发展，说啊，我想要得到能量，我想得到阳光的能量，所以我就想办法设计出一个东西可以得到阳光能量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它怎么产生出来的？突变。它突变，所以假设这边有一万个细胞在海平面上，在海面上有一万个，有一千万个生物，就是都是单细胞生物，它都是单细胞生物。经过这样突变之后呢，会不会每一个都发展出有叶绿体的功能？会、啊。不一定。到底是会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。那数量多还是少？多。应该偏多。不一定。偏多偏少。刚刚讲谁讲少的？谁讲少的？这个。来说看为什么少？好，他放弃机会，事实上真的是少，少之又少。发展出这个能力的人少之又少，很几乎是不可能发展出来。但不小心有一个发展出这样能力了之后呢，他觉得我可以，他发展出这个能力，因为他可以直接得到阳光的能力，阳光能量能力。他得到这个能力之后呢，他就继续繁殖，他就变得比较好繁殖。为什么？它可以一直有能量，它不像别的细胞是要去吃到东西才有能量，对不对？你说，那这样，比如说我今天是两个细胞，那一个细胞它突变了，它变它的体内有叶绿体，对，那它繁殖，我这边一个细胞我飘过去，我可以把它吃掉，那这样我也有叶绿体是吗？基本上。并不是吃掉就有这个能力啊，就像你吃的，就像你吃的狗，你也不会长出狗毛啊。意思是大致上相同啊，但是你想也没有错哈、哦，真的在早期单细胞生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。但是把它吞掉，可是它没有消化掉，它就是留在体内，然后就。有一个说法啊，有一个说法，实际上我们现在细胞都是分的，有细胞核，有细胞质，有异胞，有粒线体，有这个叶绿体，有细胞壁这些东西。实际上，里面的细胞核，或者是粒线体，或者是叶绿体这些东西，在目前的生物研究里面，他们认为那是早期的好几种单细胞生物。有一种单细胞，因为最早的我们原生生物事实上是没有细胞核的。可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大细胞，它吃了一个小细胞之后，这小细胞它身体里面竟然没有被分解掉，这小细胞存在，而且它发现说，我们两个活在一起。
竟然会得到更好的能力。一直打三下。听到了吗？你在回去可以把碱面剪掉吗？对嘛？那个细胞核被吃进去之后，它说这个细胞跟这个细胞跟这个小细胞在一起生活，它更能够存活，它的能力更强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这个小细胞就活在这个大细胞里面，它就形成了这个大细胞的细胞核。哦。有人这样目前研究到，粒线体也是一样，粒线体本来是一种小细胞，这种小细胞进去这个大细胞之后呢，它就说我们在一起生活会更好。所以它就发展成一个新的单细胞生物。同样的叶绿素也是一样，叶绿也是一样。有些时候吃了，在那个单细胞生物的那个时候吃了，事实上是有可能发展成新的个体，没有错，变成它的能力的一部分，没有错。对啊，但是现在没有办法，你不能说我就天天吃植物，所以我就可以行光合作用。白痴，没有办法啊。目前做不到这个事情啊。对。好，所以。那什么是细胞壁啊？细胞壁。Yes， 什么是细胞壁？保护细胞，就是保护细胞。主要有纤维素组成。等一下，听。我们刚讲过了，当一个人在讲的时候，就让他先讲了。那其他想补充的，等他讲完再举手补充，好不好？来，彩君先讲。然后是神经。OK， 好。所以细胞壁的发展，在没有细胞壁的发展之前，细胞那个树会长很高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一开始从海里面的生物，海里面的植物发展到陆地上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的植物都是矮的，好像地衣啊，像藓苔啦、这一类的植物就是矮的，因为它没有细胞壁，它长不高。它不是没有那个，没有什么，它是没有那个，它有细胞壁、啊，维素管，没有维管束。维管束，没有维管束啊，它长不高，没有支撑力还不够哈，支撑力还不够，而且它那个。对，你不用理他就好了，所以他没办法长大。那后来细胞壁也是从海里面出来之后呢，它发展成细胞壁，它可以支撑它吃。为什么要支撑它呢？因为它长越高，它越容易得到阳光嘛。越多长在地面，是不是只有一层可以阳光？越多长高一点，是左右前后都可以得到阳光。然后它就开始越长越高，越长越高，想要把它支撑起来哈，就发展出细胞壁。那实际上也不是说它刻意想长高，所以就产生细胞壁啊，而是这些细胞。有一天突变，这一万个细胞里面突然有一个长出细胞壁了，然后就发现这个长出细胞壁，它更容易生存，它就活下来，而且发展出更多的后代。那些没有细胞壁的呢，它比较没办法发展，它慢慢就被淘汰，就不见了。OK， 所以慢慢的植物就都有细胞壁。你说，那这样如果多了一层细胞壁，它的物质的进出是不是没有比？没有细胞壁来得差，有细胞壁会不会比较难一点？不会。想象中为什么？因为这细胞壁很大。我没有很大。我现在给你一层膜，跟给你一个墙壁，哪一个比较硬？容易进出，你两份容易进出。膜。膜啊，可是你现在长细胞壁了。刚那个中文的意思是说，那你现在有细胞壁，会不会你的物质、营养素啊、废物啊比较容易进出？会不会？对吧？有道理吧？没有，有。有道理啊、哦，虽然也是没错、哦、但是实际上细胞壁没有想象那么紧密、啊、它比较像后面的网子一样。哪里？啊，就像网子一样，它就是一个纤维束的东西，看它中间的孔洞比较大一点，啊，它没有孔洞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第一节就只有这么简单，就把一个生物体做一个介绍啊。那现在讲到哪里？26分哈、哦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显微镜观察，然后那个仲宇跟陈瑞，你们去取生态池里面的水，如果可能的话抓一只鱼，啊、哦，抓一只鱼，我要去，等一下，陈瑞去，其他的同学，所以我找仲宇陪啊，啊，那个仲，其他同学去帮你们。其他人去把瓶子装好水，装好土。我这次我会问宿舍，他们直接开。我可以借你瓶子。好，借队友。愿意借我瓶子。好，需要
来那个终于终于。